老和尚的身教。一，悟道法师讲述。一，有一次，韩馆长，他为了道场的事情，跟建筑商的老板刚好吃中饭，谈了很久，我们就在四楼餐厅，老和尚带我们大概十几位出家众坐在那里等，整整等一个半小时，就坐在那里等。老和尚静静地等，他也不烦躁，他就在那边等。我们都被他这个定功影响了，肚子也就感觉不饿了，就坐在那里等一个半小时。他这个就是叫教学。教学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做给你看，带着你们做。等了一个半小时，从12点等到1点半，他就静静坐在那边等。大家看师父不动，大家也不敢动，就坐在那边如如不动，等了一个半小时。后来，韩馆长就慢慢、慢慢地走下来，但是，经过那一次的这样忍辱，觉得心里蛮定的，觉得心能够安忍。老和尚就是教我们，第一个就是礼敬诸佛，要尊重，因为馆长在这个道场是领导人，要尊重他。他没有来吃，大家要等他来吃。第二个就是修忍辱，看看我们的耐心。所以我到图书馆去也是学忍辱。佛说《十善业道经》第26，
二，老和尚。当初我到图书馆，他是真羞忍辱，我也是被他这个羞忍辱感动了。老和尚离开台中莲社，到台北来，他的志愿要学讲经，遇到韩馆长，韩馆长就给他找地方，借地方。早年还没有图书馆，我就已经听经了，所以这个事情我非常清楚，非常艰难，也得力韩馆长他的护持。但是韩馆长这个人脾气不好，老和尚只是感他的恩，没有记他的怨，他对他不好的地方他从来不说，不说一句，只是念他的恩。所有的法师讲经讲忍辱，什么叫忍辱？我们现在这个算不了什么，韩馆长是常常指着鼻子骂，他在讲台上讲，下面指着鼻子就骂，他一发起脾气来，那可不得了，把老和尚衣领拉着跳楼，有几个法师受得了？还有我们道场圆通寺一个女众跟一个曾居士，年初拜千佛，在那边吵，两个都哭了，去告老和尚，老和尚就给曾居士顶礼，对不起，是我这个徒弟教的不好，真羞忍辱。我本来脾气很不好，但是看到老和尚这么修，人家高僧大德都这么忍了，我们这个算什么？我是这样被感动的，所以我现在也勉强在修忍辱。沙弥律仪第34。
三，我们敬老和尚，不允许我们去化缘，所以以前在华藏图书馆，韩馆长那时候在柜台摆了大概好几本本子，你要印经做什么什么项目，还有一个功德箱。后来馆长往生了，往生之后我们搬到信义路，老和尚就不允许我们到场设功德箱，那个本子也不能摆出来。师父就讲，你那个本子摆在那边，分明向人要钱，人家走进来看到那个本子，不拿钱也不好意思，有时候要拿怪怪的，摆明向人要钱。所以我们到场本子都收起来，收在抽屉，也没有功德箱，这样大家来没有压力。以前我们图书馆都常常印经，那时我负责印经。有一次有一个居士跟我讲，悟道法师，下一次要印经你告诉我，我来发心。有一天师父拿那个经要我印，我电话就马上拿起来。师父说，你干什么？我说，有个居士他要发心印经，师父你现在要印经，我打电话通知他，跟他讲要发心。我觉得这很正常，不是我去跟他化缘，是他自己说过要发心。师父就跟我讲，你先不要打，你是不是要跟人家要债？我听了就一头雾水，怎么会变成要债？是他自己说过发心的。师父他就跟我开示，他说，当初他跟你讲的没错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当初他跟你讲的时候，
可能有预备一笔钱，要来做好事。但是，过了这段时间，你保证他那个钱还在吗？有没有周转到其他地方？你要考虑到这点。如果万一他当初跟你讲，当时有这个钱，但是过了这段时间，如果他这个钱有其他的地方急用，他先用到其他地方了，现在这个钱没有了，你现在打电话给他，他现在没有这笔钱，你不是让他很为难吗？你这不是要债，是什么？我说，我明白了，那就不打了，我就等他自己再主动来讲印经，再和他说。这就是避免造成别人的压力。西方确指第21集。四，在20几年前，我们台北市警察局王警官，他是担任辅导警察的，他发心把《了凡四训》做成有声书，就是请电台专业的播音员把这个念一遍。早年20几年前都是录音带，他就拿着到处去结缘，主要拿到学校去。当时他发的心很大，给我们敬老和尚报告，老和尚当时就拿了100多万台币给他，通通去做录音带。做完了没多久，他说结缘完了，因为他送得很快。后来他又来跟师父报告没钱了，送光了，师父就带我们去景美那个中小企业银行开保险箱。因为我有个师弟悟红师，现在住在香港，他父母过世，留有房产，卖了不少钱。
没结婚，出了家都供养师父。因为图书馆，我们曾经遭遇过小偷，被偷过，所以就放在保险箱。师父就带我去拿那些钱，有200多万，全部给王警官去做了了凡四训。像敬老和尚这样布施的人，大概只有他老人家一个，因为他已经修到一个程度了，他才能做到布施。我剩下100多万，通通给你。这桩事情，我们敬老和尚的确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，所以我多少也学一点，学一点还做不到位，但是也有一点小效果。今天能够办一点事情，也是跟我们敬老和尚学习的，学习布施。以前在华藏图书馆，有一个迎空师女众，她出家很早了，比我们老和尚还早一年。那时候她到图书馆去学讲经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，道师，人家供养你的钱，你不要通通拿去布施，你要留下来跟会，以后你买个房子，不然万一被馆长赶出去，你要去睡火车站。后来我听师父讲经，师父不是这样教我们，师父说要赶快布施，所以我还是没有听他的，也感谢他的好意，还是把钱通通去印经，向师父学习。后来他去跟会，跟会被一个同修骗了。有一天他去向人家要钱，我说，当初还好没听你的，跟你去被骗了，现在要也要不回来，所以我的选择是对的，选择布施，
到现在，今年出家第30年了，目前还没有睡火车站。改过之法。五，我们敬老和尚，有人送他古董，像字画这一类，这是圆寂，这是真寂。老和尚他不要那个真寂，真寂都送给博物馆，让他们专业的人去保管，给大家欣赏。他认为这个做法是最好的。他讲，你要那张真迹，你就可操心了，你又怕丢掉，怕遗失，怕损毁，一天到晚要去保管那个东西，多操心。不要自己藏在自己的道场，放在自己的房间，因为这个增长贪心，这些东西都不能去执着。沙弥律仪要略。六，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，在六根当中，耳根最利，所以令彼耳闻欲作菩提音，就让他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做菩提音，将来得度的因缘。没有给他种这个善根种子，将来他没有因缘得度。就像我们做念佛机，念佛给人家听，那是同样的一个道理。念咒也是一样，凡是经、咒、佛号，我们尽量就是给大众能接触到，就是给他种善根。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在早年特别提倡这个。以前资讯还没有这么发达，我在家的时候，40几年前，敬老和尚都是劝人在电影院买个广告，
然后打上几个字，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请常念南无地藏王菩萨，消业障，增福慧。打几个字，当时我也在我们俗家西址那里的电影院，电影就一场一场，当中要演电影之前会先打个广告，一个月大概20块台币，我也去买了好几个月播放。另外就是登报纸广告，还有后来电线杆，在台湾以前早期就绑铁片，也是印上佛号，请常念消业障增福慧，这些。后来又发明贴纸，大张小张贴在门口，贴在电线杆，还有贴在车上。这个贴纸现在就比较多，比较普遍了。以前在图书馆，我们那个图书馆真是三教九流，我们五楼是佛堂，四楼是天道，还有摩门教，还有基督教的。电梯旁边，我们老和尚就是叫我去贴个佛号。很快就被撕掉了。我们知道一定是隔壁基督教去撕的。佛号撕掉，老和尚就说，走走，我们再去贴。我拿了一个圆凳，然后老和尚爬上去那边贴，第二天又被撕掉，我们再去贴。老和尚说，看他能撕几次，他撕一次就贴一次。老和尚就是这样在那个环境弘扬正法。我们住在华藏图书馆，
是十年住在违章建筑里面，没有水电的。水电是韩馆长后来去买的很贵的那种。后来买了房子的人再慢慢搬进去，一楼二楼原来是要做市场，后来没有，都是喝酒的打架的在里面。晚上同修要去五楼听经，要经过乌漆抹黑的楼道，他们走到五楼说，悟道法师，我们刚才经过一楼，好像经过地狱一样，到五楼像到了极乐世界，怎么差那么多？老和尚就是在那边讲经讲了十年，在那个环境提倡念佛法门。后来这个大楼也恢复正常了，一楼二楼租给爱买，现在也很不错，真的。老和尚在那边讲经弘法，我们在那边念佛做法会，硬把那个磁场改过来，不然那一栋恐怕现在变成都没有人住的鬼屋。老和尚在美国看到一些人穿的 T 恤后面画的妖魔鬼怪，那个给人家种不善的种子，那个不好，所以他都写上一些孝亲尊师或者经教上的语言。有些人说这样不恭敬，怎么可以做成衣服穿？老和尚的解释，这是给人家种善根的，不是说自己穿着好看，给人家种善根也有功德，这总是权巧方便。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
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。七，六度四摄，我们的家师净老和尚，可以说他一生时时刻刻在表演给我们看。六度怎么修，四摄怎么修，他不但在课堂上有讲解，在生活上也有表演。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善财典型就是有理论有方法带表演，这个非常难得。我们学习就是在生活当中，不但在上课的时候学习，在生活上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是在学习。这样我们才能学到真正的东西。我们老和尚他怎么待人接物，这些方面我过去在图书馆在基金会我都会比较留意。四摄，第一个布施，第二个爱语，第三地行，第四同事，这个是摄受众生的。我们敬老和尚早年他常常提到张家大师，他学佛入门是方东美教授介绍他入佛门，后来没多久他就认识了张家大师。张家大师是密宗的活佛，他请教张家大师说，佛法这么好，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入进去得到佛法的利益。张家大师就给他讲六个字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他又请问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从哪里下手？张家大师就讲，布施。老和尚说，布施
没有钱。大师说，你一块钱一毛钱有没有？老和尚说，这个有。大师说，那你就一毛一块，有多少布施多少，从这里下手。老和尚认真去修了半年，他就有感应。原来很穷，欲布施，慢慢他的福报就不断的增长。修三年，就很明显的感受了。布施刚开始很少，善导寺那边有印经放生的，他就去做这些善事。从这个地方布施到现在，的确他福报相当之大。早年这个照片，这一本里面印的有他年轻的照片，瘦瘦的，看相算命都知道他没福报。算命给他算，45岁他就要往生了。他老人家讲，我很清楚，因为他45岁那一年，我就在听他讲经了。那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，我记得我跟我弟弟去听了3天，然后说法师有事不能来了。当时我们也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。过了一个月，我们又得到讯息，现在法师在台北礼乐壁讲堂又开始讲了，我们又去听。后来我们师父他自己讲，就是他病了一个月，他说算命的给他们3个介兄弟算命，3个介兄弟是同年的，同样年纪同时去受戒的，后来同时去让人家算命。算命的说，他们3个都不会超过45岁。果然
45岁那一年，前面两个戒兄弟，明眼法师、法荣法师先走了，一个是2月，一个是5月。老和尚是7月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定了。当时我有去听，我是在家居士去听，后来师父他自己讲了这个事情，我们才知道他病了1个月。他说算命的算他们3个都不能过45岁，两个戒兄弟都走了。他说现在轮到他了，所以他也没找医生，就念佛求往生。后来经过1个月，他病又好了，好了就继续讲经。他说他是修财布施、修法布施延寿的，讲经是法布施，后面的寿命他说就不是自己的，是佛菩萨给的。原来他的寿命只有45岁。师父他的父亲也是45岁往生的。我上个月去师父老人家他的祖父母、父母的坟墓祭扫，徐林长带我们去念经回向，给打扫打扫。看到那个墓碑写的，他的父亲就是45岁往生的。师父在台湾遇到3个善知识，好的老师指点，他依教奉行，改造命运。所以这个6度的确他老人家表演给我们看了。我现在能做一点布施，也是受他老人家的影响。布施他修给我们看，他有得到这个效果。他说布施了3年之后，心比较清净，有很多事情可以预知。
我多少也是学一点，没有学到师父那么好，但是的确也感受到这个效果。所以他不单是讲，他还做给我们看，做了之后又证实这个效果。所谓信解行证，我们就不怀疑了。讲得很好，是信解；修得很好，是行证。要信解行证，师父他老人家就是信解行证做出给我们看，我们看了也就没话说了。四摄它表现在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，就是澳洲净宗学院每个星期六举办温馨晚宴。温馨晚宴办了十几年，每个礼拜六晚上招待在图文巴士的这些市民。现在净宗学院在图文巴士已经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学院的活动，图文巴士的报纸都会去报道。原来图文巴士十几年前是一个小城市，在山上，人口只有8万。那个时候我上去人还很少，车很少，现在有12万，多了4万多人。当时它是基督教盛行的很保守的一个城市，那边住德国的侨民最多，大都信奉基督教、天主教，当然对其他的宗教就比较有排斥性。当时我们老和尚要去那边建净宗学院，山下布里斯本澳洲净宗学会那些同修没有一个赞成，因为当时那边也没有华人，我们华侨去海外建道场，大部分都是华侨比较多的地方，大家会去那边建寺院。比如美国有几个大城市，华侨比较多的，中国的寺院就比较多，像纽约、中国城、旧金山、洛杉矶、西雅图、休士顿，这些华人比较多的地方
都有中国的寺院。师父老人家，他就是要选那个没有华人的。到美国，他就选达拉斯。那个时候，华人很少。他老人家讲，我们在这边都没有华人，都没有寺院，不跟人家争，人家不会有压力。我们去了那边，就多一间竞争的道场，让人家其他的道场有压力。所以他老人家就去达拉斯。我们当初去说，师父怎么找到这个沙漠地方来？那些大城市华侨多的地方不去，找到这边到处都是洋人。他老人家说要去渡洋人。到图文巴也是一样，那边没有华人，所以我们那些同修没有一个人赞成。后来在那买了两间教堂，把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，现在的确渡了那个城市的人。我看师父他怎么修这个布施，他一去就为当地的居民办温馨晚宴，热情招待，请他们吃素。西洋人他的请客是要自己付钱的，我请你来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吃饭，吃完了是各自付账的。刚开始他们也觉得，你们到底有什么企图？他们还在观察。后来真正知道了，我们真正在做好事，跟他们结善缘。吃饭的时候，播一些和中国文化或者佛法相关的影片给他们看。我们那些师弟会讲英文的，翻译给那些西洋人来听，的确渡了很多洋人。十几年过去了，那个城市现在所有宗教都团结起来了，像一家人一样，真的被度化了。现在这个月又要到联合国去报告。之前在新加坡也是帮助其他宗教医疗资金，邀请九大宗教组成旅行团，举办九大宗教祈祷和平温馨晚宴，用四摄法将九大宗教团结成一家。人亡护国经大义。
所以常常有些人，他为什么读经读了那么久没有效果，对经典没有恭敬心，就像读报纸看杂志一样，那种态度在读。当然不但没有功德，反而有罪过。所以对经要恭敬，我们要爱护。我们敬老和尚都是这样教我们的。你如果有机会去看他的房间，他书再多不乱，都是一定要保持整齐清洁。安世全书之因果劝。九，有一年我跟我们师父上人到永和一个居士家里接受他们的供养。到这个居士家里吃饭，吃完饭我们师父就跟斋主讲几句佛法。回来之后，师父就跟我讲，到人家家里做客，人家请我们出家人吃饭，不能吃完饭擦擦嘴拍拍屁股就走了，要给人家讲几句佛法，就是居士才供养，我们要法供养。太上感应篇只讲十，老和尚教我们说，欢喜吃亏，欢喜受骗，对一切人事物没有占有，没有控制，你就自在了。我们这个世间的一切，我们这个身体自己就控制不了，你还能控制身外之物吗？所以只是借我们使用，借我们享受欣赏，我们不要执着。不执着就是不要有控制占有这样的心，我们就得解脱，得自在。以前在图书馆，小偷偷功德箱，那时候我才30几岁，35岁，那时候出家才2、3年，老和尚跟韩馆长去了美国，我在看图书馆，3更半夜，这个小偷很厉害，进来那个功德箱，我们1周礼拜结算一次，功德箱钱被拿走了，拿光了，连我放在我办公桌那个抽屉最下面
人家托我20000多块要印佛像，他也知道拿走。然后走到师父的房间，师父有20几万台币现金放在抽屉，被翻箱倒柜通通拿得干干净净。当时我生烦恼了，你什么地方不偷，三宝的地方来偷？那时候真的生很大烦恼，赶快打电话跟老和尚报告。老和尚听到说被偷了，他一直笑，笑得我实在是莫名其妙，钱被偷了还在笑，我都快气死了，师父还在笑。西方却止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